糖尿病肾病是血糖达到多少才会成为糖尿病肾病吗？哦，糖尿病肾病呢，它有一个明确的诊断标准，它主要是根据一些糖耐量实验，还有胰岛素释放实验和 C 肽实验，当然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一些东西了。如果在这里给大家讲解的话，可能会比较枯燥一些，学术化一些。对对，有点太学术了。但是如果说糖尿病呢是可以筛查的，如果说你到医院去做检查，发现这个空腹血糖或者是餐后血糖高了，超过这个化验单的参考范围了，那么你就应该做进一步的检查，明确一下自己是糖尿病还是糖尿病，明确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得糖尿病。对，还是要诊断明确。对对对。